吃的。所以里面是你们帮他用的就对了。对啊。然后这是他工作室要演唱用的。演唱用的。演奏用的。演奏。他会那个要弹那个东西。他坐在哪里啊？坐在这里面啊，有一张椅子。哦。你家如果来。嗯，你就可以请他弹一下哈。对对对，然后他这里还有两块木板，还有三块木板。你看我们现在的车子越来越多元化，除了结合什么工作，还可以结合休闲。车博。坐在这个板子上，你要不要从另外一边翻？我来看一下哦，我看到这一台，我觉得。他的构想还蛮好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都是来自于车主本身的构想了。对，冰箱你。你坐上来看看啦、啊。哦，冰箱是往后就好了。对。我以为他往前吧，往前就可以弹了吧。那冰箱它是有那个。哦，冰箱是可以拿的。哇，你这个。欸、我问你哦，这个重型滑轨是几公斤的、啊？400，最大的、啊。我北向的，唯一我不会的就是弹钢琴，从小到没那么学，可以抗议一下了。想特殊它，最想要学的就是这个，可是没有学，怎么办？现在学还来得及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还不错啊。这个不是你们做的啦，这个是移植过来的啦。对。没有啦，他本来就有这些东西，因为他都在演奏嘛。对啊，他是放在什么车上？我不知道。然后他只是把它放在箱型车上面。对，所以他觉得不方便，因为他都要出去。对，然后有一天就找到我们，就跟我们打电话说，就开来，就跟我爸说他有什么东西，然后可不可以帮他坐在车上？然后我爸就跟我打电话说，哎，伊遐钢琴就是爱会使塞安那多安那哎，伊在困安那，好像是啥物啊都。你没有看过？对啊，我就没想象到，因为我跟我不知道他们讲的东西是什么，而我也没看到钢琴，就是这个店长怎样，所以我就说，好像是安那走安那。那是谁规划？你爸？那个大哥，他有那个想法，就说他这个要放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可以推出去。所以设计者是他啦，哈，你们只是帮他而已啦，对对对，我帮他协助他。然后后面做一个什么全大床模式？全大床模式，哎、啊，其实它里面还要放东西啊。对啊对啊，你看有多少的？它那个好像说它里面还要放音响。有看一下有多少的收纳空间？这一台是一台 T 五了 ，T 五的双门短轴的 T 五，你看哦，各位如果要找 T 五哈，这种双开门基本是只有短轴才有，这应该是 Multiman 的吧？我在猜。哦，然后呢？然后他就做大，你打开它也是大型、这个哦，哎呦，这里又一个重滑呢。他总共用了三个重滑。哦，抽屉。他这全部都要收纳的，他好像说要放音响。他也不需要载人。没有。他就是他没有载人，一个人然后可以工作。哦，两个人哦，对，哦，两个人刚好这边有两个位置啊，对，然后转向是我们帮他做的，哦，又可以转向，哦，对哦，哎，你看哦，他在那边弹，他老婆就坐在这边看就好，对，对不对？嗯，既可以干嘛？既可以工作，然后又可以休闲，又可以车播。那很多像这种，如果哎，比如说他是有专门在接 case、接案件的人哦，哦，接案件的人他会怎样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会很早就出门的。有时候比如说前一晚就到了、就可以睡在他那个什么，那个秀场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哎、欸，这很方便呢，哈。它这个是全床。嗯，就一个全床模式哦。然后这个抽屉也是可以打开的，这是从。对，它里面是它的那个电池系统，24V800。哦。OK。哦。我说这是这么大的，它双逆变器是一个220，一个110。哦，它双逆变器系统。双逆变器系统。OK。它线都他自己接，他就每天早上8点就来这边上班了。来这边接线哦。啊，因为宝宝帮他做嘛，做这个、然后他自己来弄电力系统。OK。啊，反正回去也很难弄哎。对啦，我们帮。
我们帮他圆一部分的梦啊，其他有些还是要靠自己的哈。本来就因为他们都要演奏，所以电厂没法救。这是南部的圆梦工厂呢、欸。其实老板娘一直都在圆梦了啦。圆别人的梦。对啊，我们都做一小部分，好，把他推进去吧。哦。嗯，这样怎么推？他推的时候，冰箱就要放上来，对不对？对，要放。嗯。啊，你上去放啊。不行，那冰箱要放，这样子。嗯。这样还不错啦，很可以。还要再拉呀、啊？因为这个我们不懂啊。嗯，因为他的东西太多太多了，太多了哈。OK， 好。交给他本人。自己处理了哈。哎、欸，这个大哥，那个听说之前在总统府里面做了那个乐器演唱、演奏的。这么厉害？好，那然后关起来。你看，你看，关起来就关起来，里面就像这样子。来看一下啊，好，机器在里面的时候，这个长度有多少？对，我没量过哎。对啊。这延伸板睡觉好像。你上去躺一下就知道了。我上去躺。对啊，这这是阿北睡呢。啊，这延伸怎么办？怎么撑？他们要关起来。关起来就可以撑了。嗯，他是利用那种。来看一下。这样子。你帮我扶一下。哦。利用那边的门就对了。对。撑住，怕你等下会有溃烂呀。哦，了解了解。总长。总长就是车主可以睡得下，就是这样。因为他那边要放那一个冰箱了，啊，不然其实。两边那边也有够长度了，嗯，量多少？量一下好了，量一下，宽度就整台车的宽度了。180，哎呦，180几了。对，180。哦，那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哦，这大哥很可爱，你知道为什么多这三块板子吗？为什么？他说他如果想要更大一点，就是把杠顶往外推。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他还可以放这个三片是放在这里的。嗯，对，啊，我们用木板，因为它的强度比较强、嗯，然后还有冷气可以吹的哈，对，对不对？嗯，它冷气本来就做好来的，冷气本来就做好来的，冷气不是我们做的，哦，石兰的。